请听《茅山后裔》第六集。话说这张国忠和马道长分两路做法为李大明去治病。马道长在村中的河里捞出了一副棺材，棺材里面竟然躺着一具恐怖的清朝时候的尸尸，这尸尸呢就是打湿了的尸，那个尸体这里面那么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？今天的茅山后裔，请您接着收听。再说马真人带领一帮壮劳力拿着铁锹来到了河堤，指着李大明挖出棺材的地方十几米开外处的一片空地，一反了平常嬉皮笑脸的态度，满脸怒气，大吼一声哇。劳动力顾名思义呢，就是劳动的力量，人越多力量就越大，不出15分钟就已经挖了2米多深了。这时只听一个村民大喊，哼，挖到那个东西了。此时的村民就跟田里的蛤蟆被惊着一样，个个扔下铁锹就跑，几秒钟功夫全都蹦跶到了5-6米以外的马真人的身后。原来挖着了一口大石棺，马真人气得牙都倒了。我在这儿你们怕个屁呀、啊、接着挖，快。村民们战战兢兢地拾起铁锹羊镐又开始挖。大概过了20分钟，这口大石棺完全被挖出来了。掀开盖子，里面放着的竟是一具尸尸。所谓尸尸啊，就是水分含量和正常人体一样，甚至高于正常人体很多的不腐尸。有的尸尸干脆就泡在水里，或者跟刚捞上来的一样。这种尸体水分含量符合微生物的生长条件，但是却不滋生微生物，而且不腐烂，更不变质，顶多是腥，但绝说不上臭。直到现在为止，科学上对于尸尸都只能用土质啊、气候啊不搭边的理由含糊解释。不少小说谈到尸尸，总是用什么栩栩如生啊、什么像活人一样的形容词进行描述，其实啊那是艺术上的加工而已。人死上几百上千年，就算是放在冷柜里也都冻白了，更何况在棺材里泡着呢。活人要是长成这副模样，那看见的人还活不活了？马真人走到坑边，看了看棺材里的尸尸，穿着清朝的官服，但脑袋和脖子之间有一道印儿，明显是被砍头以后又把脑袋安回去葬的。既然砍头肯定是罪人，但看棺材里的陪葬品好像还多少是按照道台的标准葬的，但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，便不得而知了。而就在此时，李队长正好带着两个人按马真人的安排弄好了几大捆的柴火过来，正好赶上没有人愿意去把尸尸弄上来。李队长急了，大吼，不就是个破尸首吗，我弄，谁过来帮我搭把手，给5块钱。5块钱啊，在公社干活一个月的工分也就10块钱，半个月的工分啊。俗话说有钱鬼都大马开出来，村民立即开始松动。看着众人出现松动，李队长继续喊，4块。这个时候村民里立刻站出2-3个人来，自告奋勇。犹豫了2秒钟就损失了1块钱，要是再犹豫下去恐怕2块钱都挣不着了。一瓶子灯油浇在柴火上，马真人一声令下，熊熊大火把整个夜晚都照了个通红。此时李大明家的方向忽然传来一声巨响，震得人一惊，有些胆小的甚至把手里的铁锹都扔了。
啊，不会大明炸了吧？村里人的想象力真是没招没边儿。火烧起来了，李大明家房上的村民大喊。其实啊，不用他喊，农村没什么建筑，火光好几里外就能看见。此时张国忠取出那块破玉，搬开李大明的脑袋就往他嘴里塞，果然跟马真人说的一样，李大明身子骨再弱，嘴上的力气还是有的，牙关紧咬，就是不张嘴。哎，快把铲子拿来。第一次参与真正意义上的法事，张国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生怕玉塞晚了坏大事。这块玉啊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咽下去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却能进嘴。玉被塞进李大明的嘴里后，张国忠便和周围几个村民紧紧地按住他的下巴，防止他把玉吐出来。就这么着按了有十来分钟，李大明终于不动了。张国忠刚想松把手歇歇胳膊，忽然间李大明哇的一口黑水连着玉一块吐出来，黑的东西不是血，但却臭得离谱，满屋子的人差点跟着一块吐。张国忠心想，这下完了。可是李大明下一个举动却让他吃了定心丸。哎呀，舒坦啊，饿死我了，谁给我拿个饽饽吃啊。缠绕李村好几年，把全村老少折腾的鸡飞狗跳的李大明篆刻终于告一段落，接下来便是论功行赏。首先是帮着李队长抬古尸的李棒子、李福，每人4块钱，两人各从李队长手里接过已经攥出汗的4张1块钱票子，乐得嘴都合不上了。然后呢，是村里的会计给报道的村民挨个记着工分。这迷信归迷信，但镇上工作队的没少给类似于李队长这些基层干部上课。这种队长带头领着全村劳动力挖棺材、大搞封建迷信的事儿，是万万不能传出去的。这李队长啊，别看文化层次不怎么高，但这一点还是明白的。该奖励的也奖励完了，就轮到吓唬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的事儿谁也不许给我说出去，有问的就说是烧荒。还有啊，谁要是欠打给我说出去，让我查出来，一律从公社开除。村民们听到这些话之后怕，从公社开除，这在农村看来就跟现在剥夺政治权利甚至销户口是一样严重的。其实按政策呢，李队长压根儿就没这个权利。李队长说完，该马真人了。马真人可尝过挨斗的厉害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自己在李村过的爷爷日子也就一辈子都甭想了。今天大家干的事儿是替天行道，谁传出去就是大逆不道啊，会折阳寿的，别怪我事先没给大伙说啊。说实话，马老道这恐吓可比李队长厉害多了，村民听的直咽唾沫。要是单单开除公社，还有查不出的侥幸，这折寿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离地3尺有神灵啊，老天爷看着呢。这事儿的第二天呢，果然有隔壁村的好事者问着火的事儿，所有被问到的李村村民都异口同声说烧荒，那边的人还真信了。其实稍稍动点脑子就能看出破绽来，烧荒哪有在晚上烧的，还是堆一堆来烧。回到屋里，马真人反复捏着这块冒着臭气儿的破玉，李二丫把这块玉洗了又洗，
这臭味啊，就是洗不下去。此时张国忠凑了过来，师傅，你咋弄的？按理说直接挖墓起尸会让李大明身上的怨气冲天，凭他现在的身子骨撑不了一分钟就得死啊，怎么您那火烧了那么半天他都没事，还活着？而且他吐的那黑水是什么呀？马真人看了看张国忠，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用手指头蘸唾沫在地上写了一个古体的户字。认得这个吗？张国忠看了看，这是户字啊，互相帮助的户。这古体的户字啊，就是上下一边一横杠，中间呢是一个 X 型的笔画。对，这是户字。还有呢？张国忠摇了摇头，他实在是想不出这户字还有什么特别的。这个是我祭天部的七星丁魂阵，我现在逆了天，折了寿，活不长喽。一提到折寿，张国忠心中一惊，忙问是怎么回事。原来啊，马道长刚来李村的几天，出去瞎转悠，并非是漫无目的，而是出去确定李村七关的位置。在茅山术中啊，所谓七关，即云垦关、上门关、紫辰关、上阳关、天阳关、玉素关和太游关，分别与北斗七颗星、贪狼、巨门、禄存、文曲、廉贞、武曲、破军相对应。七关代表着任何一个城市、农村或人口聚集地的生气流向，生气大体代表阳气，但是比阳气涵盖的范围更广。传统意义上的阳气，即是指人身上的气息，尤其是指男人，更尤其指的是处男。女人身上也有阳气，但结了婚的女人阳气要比处女强很多，这与男女阴阳调和有关。但是生气则是对包括人在内，对所有动物身上的生命气脉走向，按科学的解释呢，就是生物电产生的磁场走向。在城市啊，由于建筑物混杂以及无线电波等因素的干扰，像这个老鼠啊、麻雀啊这类小动物对生气的敏感度已经完全被打乱了。但是如果到了农村，仔细的观察便不难发现，所有临近的老鼠洞、兔子洞，甚至是蚂蚁洞，都会朝着一个方向挖。即使洞口不在一个方向，只要深挖几下，就不难发现其实啊，洞内的走向都是一样的。在文革期间除四害的时候，不少村民挖田鼠洞，奇怪的发现所有的田鼠都把窝挖在了田埂子上，但是深处却打了一个 N 型的弯，开始往回挖，或者是从洞内转九十度的弯。科学上的解释呢，是田鼠为了躲避天敌。但是实际上啊，田鼠打洞的最终方向都是那个地点的生气流动方向。马真人当时做的首先是观星，北斗七星绕北极星而行，一年转一圈，每天的位置都会有微小的变化，但是幅度非常小。九天中北斗星的变化就是肉眼能够看出位移幅度的最小限度，所以在茅山术中九天是一个观星周期，这个周期在茅山术中称为冲九之术。只要在地面找一个参照物，从固定角度观察并标出刻度，就不难确定北斗星的位移是地球公转造成的。地球的位置变了，才会产生北斗星位置变化的错觉。公转到不同的位置，当地的生物磁场，也就是生气流向，便会产生变化。人体受这个影响，在不同的时间观看北斗星，
各星的亮度是不同的，但观星一定要符合冲九之术这个原则。冲九之术不但是观星周期，更是一个地方的器官位置的变化周期。九天之内器官位置不变，气脉走向也就不变，所以冲九之术的最后一天便是茅山术施术的最佳时机。北斗各星的亮度发生变化，便根据茅山术中的天眼局通则的算法推算出当地器官的方向。确定了器官方位，马真人便在心中大概描绘了一下村中生气走向的草图。马真人让张国忠从房顶抠土，便是撒在地上画生气走向的草图，以此最后确定太攸关的确切位置。但是在茅山术看来啊，把地脉图直接画在地上会破了地气，所以只能用房檐上的土先撒一层，以让这张图离地而行，不破地气。之前在布测李村中轴线的长度之后，马真人在李村找到了前六关所在，在每个关的脉眼上插了一根生机骨。这生机骨啊，就是前文提到的鸡喉。鸡在茅山术中是除了处男之外阳气最强的生物，鸡血鸡骨在鸡死后一年内阳气都不会散，所以杀鸡给猴看的谚语并不是说猴子看到鸡被杀死而害怕，而是让猴子感受到强大阳气突然消失的威胁感。这对于对阳气相当敏感的猴子而言，震慑力要远远大于见到对方死亡，而在猴子面前杀别的动物，震慑效果就远小于杀鸡。最后当天晚上在去河边的半路上，定死了生气最尾端，也就是代表气脉出口的太攸关。定死太攸关，生气流动就完全停止了，对人畜都有不好的影响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定此关，定的时间越短越好。至此李村的生气流动被活活定死，短期内人感觉不到，但是在马真人插完最后一根鸡骨完全定死七关后，全村的鸡飞狗跳老鼠搬家却犹如地震降临一般。只不过当时大队人马正兵分两路去救人，全村人出门看热闹没有在意而已。因为恶鬼与牲畜最为接近，需要靠生气，主要是阳气的流动辨别方向，定死七关啥气都不留了，他也就找不到方向，更找不到自己的尸躯在哪里，无法回到尸躯上采阴气，所以才会出现在屋里找不到门，好像出不了屋，而且浑身失去力量的情况。而这完全是因为啊，马真人找到了埋棺的位置，算的这里是瓢地中的聚阴池，里面肯定是尸尸，所以才采取这么个方法，让怨魂回不来。一来呢可以保住李大明的命，二来更能避免尸变。找七关位置本来是确定生气走向用的，很少有人将这七关定死，因为这么做是逆天的。在茅山术中并没有将七关定死的需求，这完全是马真人自己发明的。他给这种阵法起了个名字叫七星丁魂阵。一个地方的七关一旦被定死，一切游魂野鬼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会被困在原地寸步难行的。但是这么做违背了天地阴阳间的正常秩序，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不按规则出牌，肯定会折阳寿的。至于张国忠追问折了多少，马真人不想说，更不能说，那是天机，说出来折的更多。之所以马真人
肯做这么大的牺牲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，也不完全是出于善心。反正我这阳寿也折了，再多折点也无妨。国忠啊，听我说，这李大明和李二丫都是你命中的贵人，有他们在，你便能将这道家发扬光大。这马真人呐、是全真第107代掌教，传承道家的责任，当然比自己的命更重要。